大家好，非常开心，我们来到一个非常棒的咖啡厅，叫 Jose， 要怎么念 ？Jose，Jose 啊，我在想说是不是 Jose 啊？其实应该它是香港发音，就 Jose， 猴 Jose，Jose，Jose 是什么？好吃哦，好吃，我想说是台语。好水，他也可以啊，这是一个好所在，好水，好水，也可以是好水，好事的意思。是的，这是老板娘，后面是我的 YouTuber 老师洪志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到了任何好的地方，我们就想要拍一段。没错。对，因为从事营销工作呢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地点，让你跟客户可以在这边聊天谈事情，放松。是的，这个地方非常棒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哇，这么漂亮！而且经过我本来是不想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，因为我怕你们来会跟我们抢，知道吗？因为这地方非常的好，但是呢，因为老板娘在旁边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公布公告示的，所以这地方非常的安静，然后呢，很有家的感觉。看哦，你看。任何角落都有它不同的视野啊，所以呢，因为我要让自己的灯亮一点，所以我就这样讲话。欢迎你们来找到一个好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会非常欢迎大家。然后呢，从事行销工作，约客户要约在对的地方，因为那个能量，这个好的场地有能量场，当他进来的时候，他整个感觉就会非常棒。然后很棒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就打开了。他心一打开呢，那你的事情就很好谈哦。所以要约人，一定要约在一个好地方。这里是在我家附近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来的话，可以约我来这边喝咖啡。然后呢，欢迎大家。然后我们，祝大家所有的营销工作都能够顺利。拜拜。